但系最后两只安喜同埋欢乐，欢乐一生。全部马匹准备投档七场三班嚟地千二米嘅短途赛，挺斗大热系七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咧，快乐海船慢闸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好好利高啊，相当快啊。跟住第二位咧有内栏快乐一生啦，响出边橙衫啊地大大啦，第四位又系红啦，最出绿色衫咧，咁啊仲有好德威啦，咁啊黑衫内栏咧就是、大师级啦，尾四位置成理所愿，尾三安喜，后边两只快乐海船同埋只冰糖葫芦啊。好啦，过咗呢个八八啦，有你冇你就肥啦，好好利高就放啊，接嚟咗大约两个马位到啦，地大大第二位快乐一生咧就是响呢个第三位啊，欢乐一生啊，再后边嘅马仲系又系红啊，跟住后边绿色衫咧就好德威啦，内栏位置就大师级啦，尾四成理所愿，尾三安喜，尾二冰糖葫芦啊，包咗落尾嘅卖快乐海船嚟噶。好啦，转弯入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好好利高仲系占先啊，欢乐一生逐步咬上嚟噶啦，第三位仲有地大大，再后边嘅马咧仲有好德威啦，出边追啲咧就是、安喜嗰啲马，入边上嚟仲有只成理所愿啊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好好利高仲系占先，地大大。过埋呢只咧就欢乐一生啊，外边仲有安喜啊，接近终点啦。咁啊，好好利高仲系占先，地大大追紧佢，两匹马相当接近，安喜跑第三、第四名嘅马咧，咁啊系呢只成理所愿咧，似乎好有机会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好好利高咁啊摆咗喺前面走，睇下啲大细对比啦。好好利高咧，千二磅马，九号地大大逐步上紧嚟噶，不过细只啲，外边追上嚟嘅马仲系只安喜。咁啊，睇下影相啊，陈嘉熙有冇机会赢啊？好，打条线先，咁啊，里边咧，黄俊系抛到尽啊，陈嘉熙都系啦，咁啊，好利高定系地大大咧，最后一步到线啦，好近喎，系咪里边高啲咧？影相啊，第三名就系安喜啦，好迟先睇下最后只马，咁啊，跑第四咧就系十号嘅成理所愿，咁结果都无惊无险嘅大热 Q 啊！安喜真係好遲啊，只馬好泥地啊，不過太遲啦，早段好慢，你見轉彎呢，甩開咗，咁啊追翻好多嘅，但係頭二馬就係好利高同埋呢地大大影相啦。黄俊啊，师兄赢师弟啊！暂定名次七号、九号、八号、十号，睇埋啲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系七号嘅好好利高啊，独赢派18蚊，位置派11蚊。跑第二名系九号嘅地大大，位置派13.5。跑第三名系八号嘅安喜，位置派19蚊。跑第四名系十号嘅成理所愿，连赢七搭九派38蚊。单贴七号、八号、九号派65蚊，三重彩七号、九号、八号顺序派225蚊。位置 Q 七搭九派18.5，七搭八派30蚊，八搭九派44.5。好，利高赢个鼻啊！睇翻张相啊，里边啊，啱啱掂线先啊，陈嘉熙又揸少少。三拣一嘅预计派彩胜出咗系 A 一隔夜热门派18蚊。嗰只欢乐一生跟到脚软啊，自己啊跟咗前面两只翻到嚟咧就顶唔住啦，因为佢系转完弯嗰阵时咧得三只甩开咗个马群，我都冇谂过佢散得咁快，见佢咬个位几好的，停啊真系啊，明明一成理所愿都过埋佢。咁当然即系比起呢两只马，佢年纪大啲嘅，咁啊用埋莫雷拉都唔得，咁啊都冇办法啦。
咪有時你啲馬咧，拱喺前面咧，佢跟急咗拉線咪弱咯，因為佢個馬性你轉咗嘛，夾硬逼咗上嚟，因為佢立心係想贏嘛。如果你立心要為自己為組段係留一留，佢組段出閘都算快，其實都幾積極嘅，莫雷拉手嗰個位咁，不過衝落真係冇乜。佢又要壓住好位啊！你變咗同潘頓唔同，潘頓咧就放喺前段啦，係啦，就同你耍一段直路。咁可惜香港就冇千三米泥地啊！呢種安氣都係佢成日千二都追唔切嘅。好啦，呢邊咧就贏多 win 喎，好好利高。不過都算贏得險喎，上次五個馬位啊，今次真係一條線啊。上次濕泥啊，咁即係大家都贏啊嘛，上次都啊，即係只係唔同嘅組別。陳嘉熙爭啲開齋啦，頭先都唔錯嘅，1:08.88。咁都比自己上次跑出嘅時間進步啦，起碼。咁啊，兩隻熱門構成大 Q 啦，38蚊。好得喎，真係唔得喎，一路跟咗個位，即係早段都想埋嚟嘅，但係散得幾快直路啊！好似快樂海船啊，搞搞啲情緒起步都唔好剪步啦，已經係咯，嗰隻馬都有啲麻煩啊。好呢邊啊，恭喜黃俊啦！好睇埋四連環嘅預計派彩先，7號、8號、9號、10號派458蚊，四重彩7號、9號、8號、10號順序派3253蚊。又要簽名，又攞埋風鏡啊！呢位馬迷，恭喜黃俊啦、啊，成績都幾穩定啊！而家都升格咗，減五磅啫。翻嚟復榜咁啊，見到黃俊啦、啊，身後邊咧就係富列馬斯伍啟明。前中段都甩開曬啊！見到因為放得都幾快啦、啊。好，即刻睇翻個巡邏影片。六檔好好利高啊，應聲彈出嘅。咁啊，出閘最論盡啊，二檔啦，嗰只快樂海船啊。咁你見閘前咁樣搞法都幾難噶啦。咁啊，好好利高帶啦，其實歡樂一聲啊跟住佢。出邊咧就地大大，咁啊中間就又係紅啦。但我當就好得威綠色衫黃帽嘅。咁啊中間第六位到咧就成你所願啦。內側黑色衫咧就大師級。咁啊後邊幾隻馬啦，安喜啦，快樂海船同埋冰糖葫蘆。全晚咧係得依場啲分段時間咧，就明顯比標準快一橛嘅，因為好好利高真係子彈快馬嘅，咁啊一放難收啦，咁啊都肥得幾奔放下嘅，咁啊地大咧梗係唔同你癲啦，咁啊落咗跟住二三位，咁啊相反咧就莫雷拉有歡樂之光死跟啊，咁啊跟到自己都氣咳嘅，翻到嚟最後嗰200都真係散曬，咁啊三隻就甩開曬後邊嗰堆，咁啊變咗後邊嗰堆咧就爭腳啦。咁啊，成你所願啦！大步攬啊，攬埋都攬翻個第四啊！咁啊，安希又早啲就俾人甩開咗，我翻嚟都叫做收復翻唔少失地。咁啊，其他冰糖葫蘆啊，追勢冇以往咁好嘅。第七場賽事都復榜完畢。位置 Q 派彩7搭9派18.5，7搭8派30蚊，8搭9派44.5。3+1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一格夜热门派18蚊。四连环派彩7號、8號、9號、10號派458蚊。睇埋四重彩派彩，7號、9號、8號、10號順序派3253蚊。孖寶派彩頭關3號尾關7號派係83蚊，頭關3號尾關9號派22蚊。馬鐵派彩頭關3號、8號、11號尾關7號、8號、9號派10357蚊。分段時間：頭段22秒96，第二段21秒7，末段24秒22。賽事時間1:08.88。